OK， 走吧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 Little Bit Workshop。但是，哦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上一次是到坐脚踏踩踏车，然后高抽屉，然后我们这边之后要豁出来的啦。我可能直接把这边拉出来，然后这边就放一个小小的那个休息室，那我们再把这边拉出来。等一下吧，不现在。哇哦！哎，这熊熊好大只哦，刚问的差不多一样高哎，有没有发现到吗？打给我啦，走开！没空没空。哎呦，你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OK， 好，好，我等下做。等一下，不是现在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要问你是那个家伙，骂错人了。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要骂是那一个，你那个动作就打怪麻烦人的那个家伙。快点，然后那你这位兄弟，你不要反人类的那个设计好吗？爸爸，对啊，是区域偷碗啊！我看一下啊，排名，对啊，排名还在第一名，然后我第五名了，我冲超快好不好？拜托，小看我。2000 years later， 爸爸，哎，我第四名了哎，你看我用冲了冲上去，有没有各位观众 ？A few inches later， 我们又升了哎，我又掉下来了，我从第四掉到第六了，然后我又升上去了，这世界真奇妙。这个我应该没办法做，我先做这个好了。起东西，我叹息一下。哒哒哒哒。呀，这个又跌价了哎，好糟糕哦！现在市场是怎样？我做哪一个就要跌，是不是？不要搞得好像我是扫把星这样好吗？我难过哎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要看一下。哦，健康问题。哦，那我没放错，还是从这边去捡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吗？又哪里受污染？哦呦，你又怎么了？你看，我不想理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烧起来啦？烧起来啦！等一下，我没一个没注意又烧啊！等一下，那一边我看到了，哪里还有？等一下，我这边，哎呦，你们好烦！OK， 哇，一个不注意，整场要炸掉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还要再放一大堆的，让我们的情绪会变好的东西，情绪会变好的东西，奖金，能丢奖金？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砸啦，用砸的好吗？去，再给你们的奖金，快给我做工，有没有？啦！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各位观众，我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建走廊嘛，对不对？我还特地，因为我妹是读那个设计的，然后我还特地去问她说，我要怎么改才好？然后她就发一张图，然后我们今天来改改看。虽然说图有点乱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。那首先，我们需要开地图。
来，我们开始改。开始改之前，我们需要把东西搬掉，就前面的东西可能要搬来后面这样子。这游戏还要靠设计师，没有了，这是我个人的那个，怎么说？就我不要，就不知道怎么弄，所以就跑去问我妹这样子。哎，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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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穿球好机智。对，这样子没问题吗？我又开始怀疑自己了，等一下。暂停。他这个移不了吗？为什么？不是吧，这样子就移不了，完了啦。我天啊，宝宝好委屈哦，我为了那两个东西我推掉整个墙壁，整个墙壁，听好，整个墙壁。OK。 两门有对到吗？好像没有。 OK。哎，不对，我不该放门是不是？我如果我这边要住走廊的话，那我放门干嘛？我的脑袋撞到是不是？呀，又是什么东西？又是间谍，你吧。喂，看到了，就你。我觉得你也是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居然在哪里？谁会偷拍照？不对啊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嘿。哎，我看到咯，这位同学不要乱拍照，拍一个嘞，藏那么深的吗？这个吗？嚯，你们太强了，我都没注意到。休息室又也搞好了，哦，天啊，我的脑袋好痛哦。OK， 这边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删到？为什么这边还一座墙？等一下，我在看到为什么那边一座墙？我要把这边拆走的话，我要搬掉，我要搬掉这些机器。可是我要搬掉这些机器，我要放哪里？重点来了，我超机智。这边我们可以做33只，好，我们做33只。Go！ 我给你们看丫丫的力量。我们先搬一些小小的切磨机，切磨机，切磨机。什么爆发户没有好吗？我们这种叫做用功做工，有没有？所以才看起来钱多，但其实我们很穷。那个墙哪一个墙？你说这边吗？不要理，假的，没看到。每次看变化好大，你是说我的工作室吗？有没有？我可以带你参观，我现在只是处理好自己而已，有没有？我来带你们参观一下。这里是我们的游戏台 ，OK， 游戏台。然后我们走过来的话，这边就是我们的组合台、联合台，联合台在这里。然后走过来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组装台的区域，所以组装台的区域会比较大，然后那个工作台也比较多。然后我们再走过来这一边的话，这一边是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住宿压制机，然后再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泡沫那个住宿机，两边都是做塑料的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休息室，再过来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有那个等离子切割机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过后会做成全部都是金属了。像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有那个磨切机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可能就把这一个机器搬过来啊，就那个金属折弯机放过来啊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可能就是金属病床。然后这边可能就是一个休息室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把这一个小段炉放过来这一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那个拦截机这样子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超完美？怎么说值得投资吗？你说像这样子的排列吗？
我觉得不错哎，因为你有走廊的话，你可以把就是外面再放多一个区域，然后像说我们打比方自己好了，你看他们就是要压个要压嘛，他们压了之后，我们会把东西拿出去嘛，然后你外面这边有一个区域的话，就会把东西放在这一边。哎，对啊，你不会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放在这边？等一下你哦，还带过来这一边，哦也可以啦，反正只走一条路而已。如果说太远的话，我们会放在这一边，然后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搬运工会把它搬走，就我觉得 OK 啊，有走廊 OK， 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做工的速度也会比较快。然后现在等我钱多之后，我们这边又要开始拉。哦，我咬到我的石头了，讲太多话，上火热气了，可能哦。我又第五名了，我又跑回去第五名了，我一直上下，我感觉可以啊，这个是什么游戏？这是 League Worship， 哇！又来啊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？兄弟不要这样搞我啊，兄弟第几次了啦？你看才做好两个三个，你看还是来不及四个，超难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接到，哇，这样乱丢东西的吗？大家这样骂好辛苦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又是这一个，等一下吧。呀，我等下再试试看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些全部交出去，我等下再试试看多一次。然后我先做一下那个挑战，虽然说我觉得应该就是来不及。然后这个我们拿这个好了，弯折、弯曲、弯折，随便都可以。可以吗？来得及做完吗？14个哎。试试看吧。来不及啊，这样都来不及耶。哎呦，好讨厌啊，超讨厌，我有点厌世了。我们又卡在第五名啦，我卡在第五名多久啦？那有喝水吗？有，不担心不担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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